我们的卡卡也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就带舞台进来喽。对，到舞台前面会持续的发放泡泡水跟爆米花，所以好比较晚到的同仁们呢，一样可以到舞台前面。不是站，要来洗手。洗手时间，我要把我的花丢了。啊，你要买什么？哎，我们把它摆在上面。啊？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哦，你要放在人家的头上了。装饰啊！太漂亮，那是他的头发。对